好，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啊 ，Spring 整合 JMS 的一个发布订阅模式如何来做啊？那么发布订阅模式呢，我们首先第一步啊，就还是要做这个消息的生产者是吧？啊，其实消息生产者这块呢，我直接就根据刚才那个工程啊来做就行了。刚才不有一个叫 Spring JMS 的一个 producer 这么一个工程吗？这工程我想让它就共用这一个工程了，这就是一个生产的工程。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什么呀？改一下这个配准件。这个配准件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什么呢？就会用到这个 bin 了。刚才我是不是把这个 bin 已经注销了？现在我就用到这个 bin 了。这个 bin 它后边类型是什么？是 active MQ topic。刚才的类型是 active MQ queue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这个呢，我把它放开。这个名儿呢叫 topic 杠 text，这是你自己起的一个名儿啊。然后前面呢，你个 bin ID 这个就随意了啊。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就定成一个 bin，这是第一步，看明了吧？把这个第一个 bin 定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咱们再定一个生产者类啊。这个呢和另外那个刚才那个是做成不一样的啊，就是给它分离开，但是里的内容呢基本是类似的啊。这个内容和刚才是类似的，然后咱们现在可以这样啊。根据它来复制一下也行啊，topic，我根据它复制一下啊，因为大部分代码都差不多啊。然后这里头注意，我这个部分 JM assembly 里的是不是都一样？这个一样，这个呢，这个我也可以引入这个类型，但是后边名我起成什么？我起的是刚才我在里头这个名，这个 ID，因为我要什么呢？我要发的是这个订阅消息是吧？所以我把这个 ID 给拿过来，放到这儿，OK 吧？哎，把这改完之后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改一下就行了？哎，把这改一下就行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做完了。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只是这什么呢？只是这个名不一样而已，能理解吧？它俩的这个发送过程是完全一样的啊。不管是消息订阅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它总共它是都是视为一个目的啊，视为一个目标对象啊。只是名不一样，那么这个名呢，就一定和你的 ID 是一样的，这样一来它才能什么呢？根据名称来装配，对吧？哎，根据名称来你就装配这个类型，否则的话，这个类型呢有很多很多种类型，它不知道装哪个啊。因为这个类型呢，这 bin 呢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两个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必须要指定它名称来装配啊。把这个装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干嘛？是不是就可以测试了？哎，这个测试其实和这个怎么样也差不多，所以说我们就给它改一下，叫 test topic。test topic 之后，咱们现在打开之后，这个改下名吧，这改名叫什么呀？叫 topic producer，然后导入，然后后面呢是也是 topic producer，啊，然后呢这个是 topic producer 点 send text message。这个时候，我把这个名改成叫发布订阅，发布订阅啊。好，这样一来呢，我这个名这个 test 类是不是就做好了？哎，test 类做好了。然后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来测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消息发过去啊。然后呢，测试一下。没问题。好，咱们现在主要看一下能不能发是吧？哎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消息，有了吧？哎，有了这个消息啊，就有了。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发布订阅啊就行了，但是现在没有接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先测一下发送好不好用啊。